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玩天命奇兵吧，很久没玩了。先解这个支线。哎，小帽小帽，你看这个激光甲，这里有带着魔尼教徒乌腾的署名，说不定原主就是魔尼教徒，你听说过此人吗？魔尼教徒，把甲子给我敲敲。小猫，我看你猫耳朵都竖起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发现？喂喂喂，这都生气了，你这猫怎么开不起玩笑？哼，你肚里那破烂玩笑我早习惯，哪里还有动气？不过是魔尼教使者的存在不便在外人提起，我才想远点说话。你说那人是魔尼教使者？此人在历代使者非常出名，他所创的自然枪决曾打遍枪界无敌手，只不过随着他身世，自然枪决也失传于江湖。难道甲中会是他留下的自然枪决秘籍？没想到替人开了甲子竟有这种奇遇，这下非得解开那机关甲一窥这失传的招式不可。可惜此人死去已久，如果要从他口中问出机关解法，我可以帮你一把，送你到阴曹地府去问。哈哈，我信你了，死人不会说话，活过的痕迹却是不会消失，通过他留下的事迹一定可以找到打开这机关甲的线索。行道小姐，魔尼教的事你说，你可知道关于此人的事迹？算你识相，不过此人都死了多年，我也不是很熟他的事迹，但魔尼教历代使者都会录传记，或多或少会留下相关记录，这传记民间也有流传，不是特别难找，只是依照个人境遇留下的资料会变很多。行道小姐，不是说魔尼使者的存在不能让一般人知道吗？魔尼教要怎么明目张胆将死者写进书里，将死者事迹编造为英雄故事，以通俗化本形式流入民间，进而对民众对魔尼教产生好感，岂不是便利于传教吗？各大城的魔尼教堂都设有随缘书亭，应该能找到这本书。你要是想找线索，不如去那找找。好，走。先去找徒手。青龙帮。我之前好像走过了齁。啊，先不要理他。魔尼在哪里？太远了吧。买一点药好了。出事，后面有是不是有了？好，这样。君子枪有枪头，这我买过吗？我看一下。君子枪五枪头，君子枪五枪头，为什么五枪头好像比较强啊？140，真的耶？啊，算，买一个金刚腕甲，这个金刚腕甲吗？怎么一个？我手在那边跑，好，我没有金刚腕甲，买一个。哎，这个好 ，Go Go Go！ 所以我要去三个城镇嘛，然后的魔尼教。这个吗？为什么非得被可以听不可？
光明普遍皆清净，常乐极灭极灭无动处，无动主，披受欢乐无烦恼。行了行了，跟你闹着玩的，我根本一点也不想听这魔女教的破事。才朔风，你，嗯，嗯，好，走。青椒中，好，我们先去开封吧。开封，好，我们快转到开封这边了。开天眼力的角色为灵感所创，为人义薄云天，将计超凡，刀难去诛，有号江湖侠义化本。有人开天眼力是为灵感创，也是在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好，怎么快转，好，到杭州了。字火眼，枪决死枪之眼。开天演绎书中有角色非常符合这些要素，那个角色就是，看你知道是哪吒。火尖枪还有什么宝贝吗？哪吒手持乾坤圈，脚踏风火轮。手部的乾坤两只放到上方，脚部的风火放到上方就是正解。好， go go go， 快转。嗯，好，快转啊！这位大哥，我找到解开机关的方法了，快让我试试你的机关甲。好大胆子！敢暗算本大爷，快说来者何人。这世上真有人解开那机关，埋伏在此固然是对的，小子交出你手中的机关甲，我便留你一命。好一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你自己无法解开这机关，就在这里蹲等别人替你解开，以逸待劳，小弟已佩服。可惜你这如意算盘打错了，我可不是螳螂，而是黄雀后的猎人。嗯，蝼蚁还当自己是回事，我直接捏死你，把东西抢过来不就得了。哦，你以为我很弱吗？我钱什么时候变19000而已啊。可是他们很强。没有，不强啊。不想要动着的话就旁边溜达去。多大一不得，给力！干嘛一直不让我来？太大意了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，一点多大一不得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！我被点穴。哎呦！可恶，没想过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嘿，不是捏死本大爷吗？你自己倒是先被打扁了。
可恶！快滚吧，我不想为难你，毕竟我大人大量，只要你身上这钥匙就行了。你什么时候摸着我钥匙？不对，你怎么知道我会身上有钥匙？蹲在磁点的冷血害机关，想必这机关小的来历知之甚小。只欠临门一脚是很多的，怀疑钥匙在你手上也是正常的。没想到枯姐这么一摸，居然摸到钥匙，实在太佩服我自己了。可恶！当年我祖辈差点从杨彦生手中夺身自然枪决的秘籍，想不到对方竟投黄河之境，最终只抢到这把钥匙。已经多年调查，我等始终找不到秘籍下落，现在好不容易只差一步就能到首领，偏偏又杀出你这程咬金。我哪管得了你祖宗八代事啊！还不快滚！杵在那是想找打吗？若你读到这条纸条，那么我已经不在世上了。如果我所想，一切皆是魔女教借意图入侵，串通当年败在我所的西域第一枪，欲夺取自然枪决的设局。那我在黄河口一役遭到必杀，便坐实了这份情猜测猜想。可惜啊，可惜，他们绝未料到我已未雨绸缪，将自然枪决封印。无意成为魔女教鞠躬尽瘁，却遭到背叛。这并不是最悲哀的，悲哀的是曾经以生命捍卫的魔女教真面目竟是如此不堪，着实令人痛心疾首。魔女教借异族入侵，串通当年败在我手的西域第一枪，哦，创造人猜测魔女教勾结死敌背叛自己，为了不让对方称心如意。哦，这样都习得了、哦。杭州白提镜头捞到的 ，OK。所以我们，好、哦，我知道了。所以我们还再去一次嘛？135。那么准备这个无枪头啊，然后我的武学枪自摸当子有公子可激化火化，后面有两个，哦，好帅哦。好，我们去那个快转去杭州吧。好，我们来到白提的。你们是谁？跟着我做什么？我知道你家先祖把宝物藏在这里，快点把宝物交出来！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告诉你们宝物在哪。这口气这么大，你敢对着我这口刀说话吗？我开玩笑的，大哥，大哥别激动，不就是宝物位置吗？顺着那条缆车下水，水深三尺之处有一个隐秘水脉，名为杭州水道。据长辈说，宝物就藏在那。你说过这是真的，走。去探探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贼人光天化日行抢，我也竟奈何不了他。要是以前听大人的话，好好练武，也不止落到这个地步啊。真的，那就拜托大侠了。听说这个，哦，这个男生是。听说不好走，哦，马上就有敌人了。嗯，好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自然枪决嘛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又被点穴。好，接招吧！哦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点心火，接招吧。OK。有机可乘。
不熟练很容易落空，留下一块就持续20秒。一点都大意不得。哦。有机可乘。小事身手罢了。哇，还蛮帅的。他会淹死啊！水箱秘宝，所以要先点燃这个吗？我地图蛮大的，好。这边应该东西不多才对。这个门不能进。你这样子自然枪决就可以全部学到了，所有的招式后两招了。哎，这个。这第三个兄弟是不是？有机可乘，接招吧！好帅啊！小事身手罢了。是刚才那边，好。优质糯米，这个是这样。训够高。可以吧？可以叫他吗？傻眼。怎么还有人啊？我问你叫明白啊，这样都走了。我从那黑人手中夺回这些东西，但不是什么宝物，只是块魔力教明板。听说我那先祖是魔力教响当当的人物，我还当是大人们吹牛，没想到是真的。这明板正面刻着他光荣事迹，背面好像有些字，不过背面绣的厉害，看不太清楚。我把给绣刮了小小。这明板背面竟然刻着自然枪决的后续招式。好啦，那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啦，就是自然枪决的拿法过程，记得带我们行动美去啊。
好啦，谢谢大家这集收看，喜欢频道欢迎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一下订阅，右脚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影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收看，拜拜。